由于前线受挫，鬼子将怒火和怨气发泄在战俘身上，四名川军被鬼子踢翻在地，口中鲜血混杂在泥水中，即便屁股被打出屎，被俘川军仍不屈服，试图激怒鬼子以求一死，岂料只是招来更严酷的毒打。就在此时，日军大佐桥本龙次赶到现场，看着眼前这些身负重伤的战俘，声称善待才能了解，尊重才能战胜。教主刚刚鞭笞战俘的佐藤，桥本一边下令让他脱掉军服和战俘一样，另一边让手下找来几套衣服被战俘披上，但战俘身体遭鬼子残害，心中又满怀家国仇恨，岂是一两套衣服所能安抚，张口便是一句芬芳，去你妈的，这帮老子。鬼子见状下令把战俘带走，不料桥本却声称就让战俘站在这里，而且要给他们身上浇水，随着一桶桶冰冷刺骨的凉水浇到战俘身上，本就虚弱的战俘直到被冻得寒战起来，桥本抓住一把凉水却被冻得手指发麻，急忙在手下身上蹭干，对鬼子士兵下令，桥本返回司令部后越下越气，要把佐藤送上军事法庭，部下认为佐藤的行为和南京大屠杀比起来算不上什么，不料这句话却彻底激怒了桥本，从桌上拿出一张国军番号，声称日军参谋部曾在登陆中国前判断现在中国就如同幕府时代的日本，军阀割据，还说只要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央军，那么其他各地政府和军阀就会望风而逃。可如今桥本指了指桌上，忍不住怒斥，俺西军川军贵州军那机械的上海军只是让解放政府的军队给人家来一个我要和七六军新疆军把你带上。桥本告诉手下，现如今的日本已经不仅仅是和中央军为敌，而是在和中国所有势力作战。桥本最后告诉藤田，杀人是手段，但绝不是目的。声称当年伊藤博文屠掉旅顺城时，是为了震慑清政府，割地赔偿。而如今区区几亿白银，已经不被日本看在眼里。日本真正想要的是整个中国国土。桥本认为，想要占领山西，就要让山西人认为鬼子比阎锡山更好。全ての品々よりも我々は紹介してきより優れていると思わ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就在桥本决定将佐藤送上军事法庭之时，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却意外得知，川军145师师长饶国兴因广德失守而以死殉国，慷慨成人的消息。刘湘看着饶国华留下的遗书，才明白饶国华不但要以一师兵力对抗鬼子坦克飞机的疯狂进攻，还要提防顶头上司唐世尊在背后的小动作。刘湘忍不住感叹。刘湘一口鲜血，1938年1月20日，一代枭雄刘湘在汉口去世。川军本就跌得七仰娘不爱，如今更是失去主心骨。紧急工作团由于粮草不够，只能安排士兵向百姓买粮。张抗将这个命令交给吴天禄接任。吴天禄看看身后，忍不住嘀咕道：“你看他们那样，让他们去买粮，重量还差不多。”然而军命不可违，吴天禄只好带着一伙人出发了。尽管再三强调不能硬抢，但总会有人踩红线。马娃走进一户老百姓家里，声称要向对方借点粮食。俺穷，俺可真没粮。马娃不顾阻拦，冲进屋子，掀开瓦缸，果然发现一个布袋，掂起来打开一瞧，直接质问对方：“这是什么？”话刚说完，马娃拽起布袋冲出门去，百姓在后面边追边求，最后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声称这些粮食是留着给母亲养病用的。马娃哪里管得了许多，当场发飙警告对方：“今天这粮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二人的争吵声引来长生和杨德贵，正巧撞见马娃抢粮一面，俩人本想上前阻止，不料马娃抢了争辩。越说越急，竟然动起手来。吴天禄听见动静赶了过来，得知原委后直接一巴掌扇过去，声称要让马娃等着挨枪子。就在吴天禄等人空手而归时，环部却被送来一大批粮食。原来上次因为紧急中团阻挡了桥本连队，为八路军袭扰正太县提供了帮助，此次八路军首长特意运来三大车粮食，报答上次川军的携手之恩。而这三车粮食也正好解了川军燃眉之急。吴天禄等人因为一点粮食没弄到，回来时个个都垂头丧气。一名战士在休息时看到一辆进随军的运粮车，吴天禄气得吐烟，下令退下，向马
江路一个人就敢抢粮，直接让他去找战区长房部解决。话说完，见吴天禄毫无动静，伸手就要拔枪。与此同时，吴天禄也解开上衣扣子，露出可能瞄见的几束手榴弹。绿方吓了一跳，急忙让手下把枪放下。吴天禄告诉绿方，要么被日本鬼子用枪打死，要么被饿死，要么和他一起被炸死。紧随的军官连连摆手，声称粮食随便吴天禄解决，还主动交出手枪。很快，一袋袋粮食被扛走，吴天禄边走边说：“谢了啊。”军官看着吴天禄跑远，忍不住痛骂：“这是群土匪！”下属刚要去追，却被他一巴掌打出来，声称要保住剩下的粮食。吴天禄带着粮食回到连队，忍不住向张岗吹嘘起来。岂料张岗话还没说完，进山长正领着督察处葛威赶过来。自己问起抢粮之事，张抗见避无可避，只好承认是自己带兵抢粮。吴天禄不愿连累张抗，挺身而出承认自己所为。葛威要带走吴天禄，进击中却为了保下吴天禄跟着到了师部。吴天禄等着师长王明章该如何处置他。面对咄咄逼人的葛威，吴天禄的下场又会怎样？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